这女版钢铁侠办事效率可以，什么都准备好了，车、行头，事无巨细，手动点赞。不错，要看是谁的人吗？有你什么夸自己的吗？别吃了，詹姆斯教授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伊内老头子的性格，八成是不会出现在这种场合的，所以我们要见他还得慢慢来。这个宴会是他女儿举办的，一会儿你见了他，好好聊一聊，问一问啊。好，你去吧。为什么是我？你不是说你比我长得帅，比我受欢迎吗？这几句话都没错，你到底去不去？我去，我认了。Hi. Hi.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Wow, you look gorgeous. 干什么呀你？我前几天跟他有过争执，这是冤家路窄，没想到他是教授的女儿。哦、oh, 你好美啊今天。谢谢。干什么去啊？不见教授了。我现在就去啊。你要私闯民宅啊。哎。Hello,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Pretty fine. 哦、oh, 是吗？咱们一起啊。Cheers. Excuse me, sir. Would you mind me asking who you are? Excuse me. I'm looking for the restroom. Restroom? Yes. Security, would you come up to the third floor, please? No. He's my guest. My apologies. No problem. Hey, 你不觉得你应该感谢我刚刚替你解围了吗？我可是在帮一个闯入我自己家的陌生人。如果你需要鳕鱼，我现在就可以帮你去掉。你究竟想干嘛？今天来的宾客大部分我都认识，你那份请柬可是被公关公司临时塞进来的。干嘛？有意接近我？有什么企图？我叫林燕，这是我的名片。我在找詹姆斯教授，我对他的研究很感兴趣。绿创生态集团公司总裁林业。是的。你刚才跟我说你对我父亲的研究很感兴趣。不仅仅是很感兴趣，我甚至连他所有的文献都读过。我非常认同教授的观点，而且我也非常崇拜教授。